财政部前部长敦达英离世的噩耗传出后，多位部长和政坛领袖纷纷哀悼这名政坛元老。作为今天第一位在国会下院回答议员提问的通讯部副部长张念群，率先在议会厅向敦达英致哀。 Sebelum saya menjawab soalan nombor satu, saya juga ingin ambil kesempatan ini untuk mengucapkan takziah kepada ahli keluarga Tun Dayen Zainuddin, bekas Menteri Kewangan yang pergi meninggalkan kita pagi tadi. 除了张念群，内政部长塞福丁也在脸书发文，形容敦达英是为国家做出巨大贡献的领袖之一。他希望上苍宽恕他的罪过，也希望家属能够坚强度过考验。 伊斯兰党巴西马区国会议员阿莫法德里发文感叹，国家失去了一位在各个领域，特别是经济和行政方面做出巨大贡献的伟大人物。他指出，达因曾经因为履行财长职责的智慧而闻名，他的贡献对发展经济以及加强我国的金融稳定产生了深远影响。首相署法律及体制改革部长纳杜斯里阿沙利娜今早出席活动时，也向达因的家属致哀。 形容达因曾是巫统的关键人物，感叹人无完美，达因为巫统做出的贡献毋庸置疑。